今天来帮粉丝呢1000多预算淘一台大屏大三眼的旗舰，先给你们看一下这台11 Pro Max 的橙色外观啊，这台是一个白色的银色的边框，真的是非常好看啊，对不对？弧形边框设计也是最后一代的一个弧形边框设计，给你们简单的看一下这个屏幕啊，屏幕也是非常的丝滑，而且没有任何划痕的，整体是一个非常亮的一个成色。现目前这台机器的话，市场行情大概在1200，1600左右，原价跑的费的话1899就能入手了。 这些卡贴实用的基本上是实现插卡急用的一个状态哈。那机器我们再简单的测试一下这个屏幕，OK， 非常的丝滑，没有任何问题。简单看一下这个面容，面容也是简单的就可以录入了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语音，语音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指南针，指南针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OK， 这台机器的话，11 Pro Max 采用的是 A13的一个处理器，打个王者吃鸡是非常轻轻松松的。6.5英寸的 OLED 屏幕，这显示效果也是非常棒的。后置三摄还有长焦镜头，拍摄能力是非常强的。这台机器的话，刚刚也是检测过了，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哈。但是我们还是要以专业的态度，最后去跟我们的专业师傅再检测一下。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就是可以晚上给粉丝打包带走了哈。